刚直播没直播多久啊，新主播嘛，你也在上海吗？很粉嫩，脸就是两个小可爱的感觉。哎呀，怎么办？你这不是刚上播2分钟要下播了吧？看到人害羞啊？你看到我害羞是吗？你喜欢我吗？我这样调戏小姑娘好吗？感觉我像一个老菜皮一样的，讨厌。我就给你表演一个三只小熊猫，我给你直播间里面人也表演一个三只小熊猫，好的，那谢就是谢我了。走到哪都，走到哪都唱到哪的绝技，就是我不管去面试啊什么的，我表演才艺我都是表演这 面试你是学表演的吗？一个。我不下人。是学表演的，就是有些什么通告啊什么，人家面试啊什么嗯，的，你也会在我上就海接通告是吗？然后。啊，苏嘎，那我是你前辈呢。知道。